好像我都没有弄胃药嘞，是不是要来个胃药嘞？有，来胃药。哦，这样子才像个大厨嘛。花椒粒二十克左右，大概差不多。还要点吗？你十五粒都不到，可能。行。然后把那个泡一下。因为疫情，张杰已经两年没有回家。这次春节，他想跟爸爸学一样拿手菜，以后可以做给自己的孩子吃。多炒一下，就是使其他的这种香味就出来了。哦，已经出来了，我已经闻到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那个鳝鱼啊，用手抓。哇！哇！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忍不住上手了，不是，太对，就爸爸的手势一看就是经常在家做饭。这个时候就好了，我们就可以起锅了。你不要好看啊！啊，要，来了好看的嘛！啊，对，红油嘛。嗯 ，OK， 对了。好的，哇，这碗全是蒜，哪个吃到这碗，算他聪明。厉害的东西来了啊！四川泡椒红烧三段。这样子好些，不行。哎，我来，哇，我来。那你有点烫到了。我们好像没有一起这样子做过菜。不，没有。太久了，起码十几二十年没这样做。对的，你等你那儿时间呢。嗯，就像，其实我觉得一起做菜也是一个把这个时间在一起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也是个乐趣，那儿多做菜。先开枪开喽。准备出锅喽，米线。哎呀，从小就喜欢吃米线。我小时候米线吃的太多了哈。哎呦，这个卡拉弄起。你的背可以挤了。先凉拌红酒。酒是张杰定制的，条条小小的酒，这样就好像一大家子都团聚了。这种在一起的感觉，可以经常有啊。健康啊，我们都健康。我迫不及待要吃这个了，哈哈。尖叫声来了。可以，这简直煎的这味道简直拿眼睛了哈。太好吃了，就家的味道。我说你今天学的技术，就可以拿回去跟跳跳、娇娇、小不羊吃哈。有夫人都可以赏识一下。就他们吃了就是拍手叫好嘛。哎呀，哇，这个米线绝了。那么久了给你吃顿饭都觉得真的奢侈。真的有点奢侈，很正常。可是我觉得，其实很多家庭也都是这样子，这两年都这样。就是，你不要说我，有些在外面工作的人，他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经常回去，对不对？来吧，第一碗先给你，这个给我。哦，要点汤是不是？哦，这才绝配，是米线不得汤。就哎，回忆哈，这个米线，这个还是不是那个味道？妈妈开过米线店，小时候张杰吃过许多妈妈做的米线，这一碗牛肉米线吃了一定让人力量倍增，又可以步履不停地走上很久。外带该1982嘛，可以。就要考你了哈，你现在就赶快要说，我记不到国名，但是我晓得。北国嘛。北国。哎，天王。北国，对。对不对？对，我把声音打开。妈妈是张杰的头号歌迷，一边听一边吃，来。他的流行金曲是啥？取决于张杰又出了什么新歌。争取把这首歌学会。最重要是这个找到了我就觉得绝了。哦，这就是我小时候听的随身听。哎，对，从一直伴随你，就走在路上，在磨练当时的感觉。奶奶。你这个、这个又是很多年。当时花了好多钱了？当时是花了120块钱了。那个时候可能我的工资也就是说大概几十块钱。哦，可能不是。大概应该是42块钱一个月。42块钱你要花
将近三倍的，哎，三个月的工资嘛。这几年来最开心的，就希望你常常回家，常回家看看。哦哦，那首歌吗？回娘家，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。你要永远你要想到，成都还有你爸爸妈妈在这儿等你的，肯定时刻都在牵挂着你。家嘛，这个才是一个家的根嘛，对不对？嗯。虽然我已经生根发芽，我已经发芽了，嗯，但是两边都是家。长路辗转，高低起伏之中，一家人总是相互支持。川剧也好，歌曲也好，一代代的情感通过他们传递。音乐是生活里的糖，而家人是我们心甘情愿的羁绊。李玲玉、王菲、梅艳芳、那英，哇！我最早的听的第一首流行歌，我看我能不能找到啊？张杰跟吉他手郭真心一同在成都逛老唱片店，第一个就有《潇洒走一回》，真心真意过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可能我就是听的这一张 CD。噔噔噔，那个年代很多这种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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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的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听的这首歌，跟我姐在我的房间走秀，就在我们爷爷的那个就是门前去走秀，提前走。走秀啊，走秀，就是个模特这样走。T台，对，这样走一走，然后回来，然后转身。哇，这个我都听过。离开你的第七天，外面张学友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对。哇，拥有偷心，在雨中的雨停。哦，对，是不是？对。还有这个冬天不太冷。我与你装满装成装也没烂。哇，还有我喜欢的偶像。对喜欢音乐的人而言，进入一间好的唱片店，犹如一次小型的朝圣。哇，这张专辑好经典。这里面，我当时练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歌舞蹈，我练舞蹈练吐血。真的吗？嗯，就是一直练，上午一直练，一直练。我妈说快来吃饭了，我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。然后练，我就觉得好像胃有点不舒服，然后跑到洗手间里面去咳嗽，然后就咳一堆血出来。我说哇，不能再练了，走火入魔，走火入魔了有点。我这还有一个哎，这是我出的那个国外的那个英文专辑 ，Kill the World, Rest Go。这是在那，这是你是Berkeley回来出的吗？对，这个很像一个。这个做的精致，是不是？老板觉得喜欢的人还不少。这张其实我很喜欢的，你看，然后放一下。哦，但是这可能不好放，能放吗？老板，这个可以放吗？好放，好放，老板。嘿嘿，我这里啥设备都有，我就放，没事。这首歌是 Cure the World， 治愈。哇，这很潮的编曲。对。选秀出道，最初在镜头前拘谨害羞，不是最讨喜的那一款。但他只是低头打磨音乐，默默去伯克利进修。这个我就是想要完全唱一下国外的东西，我看看到底能怎样。哦，明白明白，这张专辑都是这种感觉的。对，全部是这种。这样西方东方来回走几遭，不知不觉。当初的拘谨少年变得放松坦然，聚光灯下又气场全开。对，你要拿来自己用。在，哎呀，发现了，是被成都爱着的小孩。出道十九年，第一张专辑还被故乡的唱片店细心保管。帅，二十一岁的我，二十一岁，帅得很。一段用心演绎的《爱之宣言》，你是所有，所以说我的歌名就叫星星了。哦，北斗星的爱就是因为这个。听一下，老板。好，我们听一下，听一下。我、嗯、北斗星的爱。哇，我的妈呀，这个是太早，这2004年、2005年的专辑是不是？这个早。哇，来了啊，时代感来了啊 ，Play。这是专辑的第一首歌，当时放第一首，因为觉得比较欢快，就不要一上来就听到了北斗星的爱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音乐可以让人放松的嘛，很多人他很内向，就像我早期很内向，但是没有渠道也不会讲话，所以突然觉得音乐是一个打开另外一个门。你是我的现在，也是我的